要海员呢？还没睡呢，这都这样挺好的。给我醒一醒，别做梦了。在梦里，我还以为是你那个小明星呢。你好点没？你的药还挺管用的。吃饭了吗？吃了。阿姨煮的。不是。潜水去了，实验室现在暂停，也只能去培训了呗。实验室还有这样的课程？现在国外都会做这个项目的。那下次带上我呗，安教练好久没有教我潜水了。你现在身上有那个谁，天赋异禀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我都被你折腾这么惨了，下次出海带上我。现在实验室的人看到你，恨不得给你撕破了，知道不？晚安。亲爱的，是不是你在远方呼唤？爱上你，脆弱的让我心烦意乱，听海的声音。倾诉着永恒的秘密，你好吗？你的神秘我捉摸不定，爱上你逃不掉一切是天注定，听海的声音在风雨中哭泣，忘记那美丽的回忆。这么多菜啊，是有人要来吗？小叶的女朋友送来了。哦，昨天小叶的女朋友来了。叶海，叶海，开门，叶海。你今天不给我开门的话，我立马打电话给叶天。华姨妹妹，你一个单身女性来我一个单身男性家里，不大好吧？我没有说我一个人来啊。好久没有跟我的司机吃饭了，有机会一起聚个餐。送那么多道菜，我冰箱里放都放不下，所以我都全拿出来了。叶海呢？叶海一大早就出去了，他每天早上推着自行车出去，你不是不知道呀。他现在改兴趣骑自行车去接人了呀，是去接人吧？是吧？行，不等他了，我们自己吃。那么多的菜，就我们俩吃得下吗？他现在跟他女朋友一起吃饭，吃的可好了。我们吃我们的，我们也吃得好。行吧。